办生日，2020什么鼠年嘛，来祝大家鼠年行大运，耶！新年快乐，快乐新年，耶！红包跟你拿。我们已经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中信兄弟的林志胜。你看，什么吃螺丝？大家好，我是中信王尚威。在这里祝大家鼠年行大运。好，在新的一年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寿比南山，福如东海。够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中信兄弟林志胜。我们吃螺丝，笑，没有到什么时候了。这个认真的方我们做了第一个数。大家好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去练的七天，有点好笑。完成。好。哈哈我们的时间11:30搞定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中信兄弟的林志胜。大家好，我是中信兄弟王尚威。我们是今年的正副队长战旗二人组，耶！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鼠年行大运。祝大家2020身体健康。对，可以吗？对，好。那希望新的球季，然后大家一路到最后为我们中信兄弟加油，然后也为王尚伟加油，因为他达成300道。对啊，是很困难，但是还是要努力。对，为球队、为民族、为国家哈。哦，你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要认真的？嗯，大家好，我是中信兄弟林志胜。大家好，我是中信兄弟王尚威。祝大家鼠年行大运。好，在新年祝大家身体健康。OK， 前面都不用弄了，拜拜，我们走了。你们破坏。我们又见面了，我们也是中信诈骗集团的二人组的，那我们的首脑就是张龙总将。我们隆重介绍首脑，没有，我们的首脑就是今年新任的张龙总将，来看他叫他夜店咖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们刚刚录的时候没有听到。没有。都这么会剪，那么会剪，我们都介绍了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谢谢各位。优秀，对啊，不要，不会这个版本直接上去吧？不会啊，给我们一点形象，我们来。来的，我们是中信兄弟诈欺，诈欺，整部诈欺二人组。啊，不要开玩笑的，我们没有在骗人，我们很用心，我们。